迎接每个汹涌澎湃。你做的？你是我徒儿，你要带的防身之物自然得是我给的，拿来。什么？嗯？干嘛？拿来。莫名其妙。现在清爽多了。哎，你怎么把它烧了？香气太重，熏得我头疼。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烧了，这是柳大哥给我的护身符。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是我徒儿，柳飞给你香囊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意见？这香囊可是防身的，你现在烧了，我要是以后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去告诉木瑶姐姐，让她来教训你。怎么怕了？你给我沙包干嘛？香的。不像吗？不像啊。你做的？你是我徒儿，你要带的防身之物自然得是我给的。好吧，那看在你给我新做了一个份上，那就原谅你咯。你这傻哦，香囊这个袋子做的也太短了吧，这么难解。啰嗦。不是我啰嗦，这真的太短了。你这，我第一次做这个东西，袋子多长我也不确定啊。你将就下不行吗？谢谢喽。不许跟别人说我送你东西啊。回来啦。回来了。哪儿来的沙包呀？林小姐，新捡的沙包啊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